求于解决早泄男的自尊问题。早泄在医学上定义为性爱时间不足、射精过早。早泄，一个令男人颜面尽失的字眼，一个令女人无比失望的字眼，一个令众人耻笑的字眼。面对无比娇嫩的妻子，哪个男人不想从肉体上升华？哪个男人不想用强壮证明自己？哪个男人不想用时间达到高潮？威特蒙，威特蒙卡图巴，作为男性强身壮阳的植物药品，对男性阴茎增长有着特殊作用。南美洲土著部落世代使用它来增强性欲，而由于产自亚马逊雨林流域的卡图巴质地最为纯正，功效最为强大，帮助男性增强和改善性欲，滋补肾脏，增强人体免疫力，改善肾功能，特别是因体虚肾弱导致的男性性功能障碍、阳痿、早泄的恢复改善有很好的功效。威特蒙，威特蒙卡图巴胶囊令无数家庭重归于好，让无数男人重新证明了自己，使得无数妻子含羞带笑还想要。